这里就是那有名的蓝星啊，他就是那龙战士吗？哥，两股伟大的力量我们找到了。哼，用了那个伟大的能量以后，我们兄弟就能变得更强。哥，我们把这个星球啊，不要把银河系弄到手。说的没错，弟弟。各位，这里将是宇宙守卫队使用的赛道。哇，什么时候做出来的？啊，真的好厉害啊。可不只有赛道哦，喵。哇，我顺便也把指挥室做出来了。看起来比之前的指挥室更宽敞，更舒服了。好厉害，凯莉，真的要非常感谢你的帮助了，这惊喜太大了。泰克诺行星的技术真的太酷了，喵。你能追得上我吗？速度上我是绝对不会输的，烈焰冲锋车。哟呼，来一决高下吧！你抓紧了。极速方程车，就算是练习，也要安全驾驶。好的，我的公主。哦，他们太久没有比赛了，你看他们速度多快呀！心情看起来很好呢。是啊，新源赛车看起来确实很开心。在泰克诺行星的时候，他们两个一直是竞争对手，是综合实力最强的两辆赛车。原来是竞争对手。请问那两台汽车是传闻中的泰克诺伟大发明家发明了烈焰冲锋车和极速方程车？那请问他们是来帮助龙战士的新伙伴吗？是的，没错，我们把他们命名为星源赛车，和赛车合体的龙战士会变得更强。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为他们放声加油吧。哦，这就是新型赛车的样子呀，果然是来自宇宙的新技术啊，绝对是飞速反响的速度。这可不能输啊，用烈焰冲锋车我帅气的行驶实力逼到星原市的所有人。哼，你在说些什么梦话呢，你是不可能超越我的。极速方程车，拜托你冷静一点。你没事吧？真是的，还好没人受伤，你们两个都要好好反省。我没有错，是极速方程车那小子撞我才会发生的事故。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只会责怪别人吗？你说什么？你要是有意见的话，那就再比一次啊！谁怕谁呀？够了，你们两个！你们两个都冷静一点！以为通过媒体宣传星原赛车的存在，市民们受到感染就会为我们加油的，没想到完全起反作用了。发现了不明飞行物体。位置呢？是在星原市北部着陆了。陈飞、云瑶，去星原市北部调查。好的，陈飞，快坐上来。公主，快！马上出发。公主，你可要坐稳了。喵。我是第一。说什么呢，我才是第一。说真的，下次
次还是用宇宙守卫队的瞬移技术会更舒服。喵，你们俩没事吧？发现不明生物体，正在往城市移动，追上去吧。嗯。目标在附近。有什么东西动了？看来是时候使用我开发的装备了。像这样拉紧控制杆，瞄准敌人，然后发射激光。在那里。不能让他跑了。我知道你躲在那里，你最好快点出来。不是一个，是两个。那家伙是什么？你们是宇宙守卫队吗？竟敢妨碍我们兄弟，真是个不懂事的土包子。我们是为了获得伟大的力量而来到这片土地的。伟大的力量？他们消失了。到底是什么家伙呀？糟糕，他们可能在侦查我们，他们正在入侵宇宙守卫队的数据库。各位请注意，发现了公园附近有恒星能源的反应，也许那些家伙就是盯着这个而来的。我们赶紧过去。云瑶，我现在有个好主意。他们不是一起进攻的吗？所以先把他们两个给分开。你这个作战想法还不赖吗？那我们去把他们分开吧。好的。小心。哎，原来在这里。哥哥，我们终于找到了。他们在这里。不要动。原来不是两个。哼，你们是想把我和我弟弟分开吗？别白费力气，我们兄弟的身体是一起的。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涌上来了，我现在好想进行破坏呀！全飞，龙战士，星云变身！这家伙比想象中还要敏捷。查清楚敌人的真实面目了，他们是双头犬星人。他们经常抢夺宇宙中的各种资源，而且还是域外行星的统治者。这家伙不仅是速度快，力量原来也很强。很聪明嘛，速度是我的优势，强大的力量也是我的优势。速度力量合二为一的我们是银河系最强。竟然说自己是银河系最强的，好像也没有那么厉害呀。龙战士加油。
陈飞，用我的力量吧。啊，拜托你了。光速改装，烈焰冲锋形态。先等一下。急速方程车。龙神飞，我把力量借给你。现在龙战士需要的是我的速度啊。说的没错，光速改装，疾风顺应型。等一下，龙战士需要的是我的力量，不是，是速度。你为什么总是想妨碍别人啊？哎，这话该我说好吗？等等，你们都别吵了。谁都无所谓，快点决定吧。谁都无所谓，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陈飞，由于刚才所造成的伤害，龙战士的力量正在下降，现在的力量所剩不多了。你们的龙战士就这种实力吗？和传闻说的不一样。不怎么样吧，哥。陈飞，没事吧？用我的速度方可制胜。不对，应该用我烈焰冲锋车的力量。你们想要吵到什么时候？你们两个只会拖累龙战士，简直就是累赘嘛，只会帮倒忙。那就和他们做个了结吧，让你见识一下我们的力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喵，怪兽体内的恒星能源能量正在减少。难道体内出现了排斥反应？龙战士，你的家伙，下次一定。两个都太固执了，要是和我烈焰冲锋车合体了，给那家伙一拳不就行了？哎，要是和我合体的话，不受一点伤就能结束战斗了。你们的脾气就是一模一样的，难道就不能好好相处互相配合吗？情况怎么样了？修理完成。我这边也完成了。太好了，现在可以跑起来了。哎，下次一定要成为龙战士的力量。说到合体这件事，你们两个下次就不用再参与了。什么？要是拖后腿的话，还不如不参加。怎么会？你们两个的事都已经被媒体报道了，说龙战士因他的新伙伴星元赛车之间的争吵而战败了。我只想问一句，你们星元赛车为什么吵架？为什么吵架吗？找到答案之前，你们两个都冷静冷静吧。哥哥，你看这个，找到了，沉睡在这个星球的另一股强大的力量——无尽金属，使用这个就能获得新的力量。没错，就能达到龙战士把星元石彻底粉碎。唉，好不容易修好了。我只是想帮龙战士的忙而已。这点我也是一样的。我比你更想。这话该我说。算了吧，我们再吵又有什么意义呢？没错，穆清风不是问了吗，我们为什么吵架？我们再怎么吵对保护蓝星一点用处都没有啊，就像我们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家园一样。你也是这么想的吗？我也是。蓝星不能发生像泰克诺那样被毁灭的事了。没错，我也只是想保护这个星球而已。天哪，
我们真的想的一模一样啊。难道就像兰若轩所说的，是因为我们是一样的吗？要是早知道的话，就不会有这种事了。双方全新人出现在了市区里。让你们看看地狱吧！双头犬星人吸收了无尽金属，变得更加凶暴了。陈飞还能战斗吗？当然了，即便没有星元赛车，我也会阻止那家伙的。不要太勉强自己。龙战士，星元变身，住手！双头犬星人。这个顽固的家伙又出现了，龙战士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竟然自己为了找打，这回我可要将你狠狠地踩下去。啊，陈飞，夜出风车，冷静啊，我们不能参与这次战斗的。这个我也知道，但是你就能这样假装看不见他挨打吗？当然做不到了。果然我们两个就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家伙。想妨碍我！玉娘，凯莉，放开！既然这样，当然要如你所愿了。没受伤吧，公主？急速方程车。凯莉，没事吧？冲锋车，观众朋友们请看，两台星元赛车在危急时刻挽救了生命。你们两个不是说过叫你们不准参加这次战斗的吗？我们不是来战斗的，是为了保护龙战士，保护这个星球而来的。急速方程车，你先上，我在地上掩护你。好的，陈飞。光速开撞，疾风顺应形态。还能再生。
这样，我们就会倒下了吗？竟然看不起我们银河系最强兄弟的实力！夜夜冲锋车，轮到你接力了。交给我，光速开装，烈焰冲锋形态，呀，撤！开始吧，烈焰冲锋车。好，这次由烈焰冲锋车我来对付他吧。烈焰冲锋剑，银河族兄弟简直就是笑话。我和烈焰冲锋车，是银河系最强的机车。烈焰冲锋车，烈焰神炮。真是太了不起了，两台星原赛车和龙战士合作保护了我们星原市。虽然你们没有听从我的命令，但很好，以后也要拜托你们了，大家加油。胜利都是多亏了我烈焰冲锋车的力量。说什么呢，是因为我的速度和正确的判断才能做到的，知道吗？你说什么？干嘛，我说的不对吗？来比一场啊。你们不要再吵架了。真拿你们没办法。